跳舞，看好往前，跳对步，换小怪跳舞，注意脚下，展开地板，后天误打，五秒后站步，正面追行。 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！小怪有小怪，飞爵在扛，快跑！可以控场，可以晕，单晕，拜托，下一个分开。小怪的，小怪的，闪好，进来，进来，小怪旁边，打掉小怪，打掉小怪，先把小怪斩了，打太慢了。又要疗愈，注意脚下。 小胖火，连接，小怪单晕晕一下，大刀光环，快跑！跳舞，一站好，一站好掉。 可以，这血很低。去打兵，去打兵，去打兵！你拉在两个光柱中间，好分左右。去外面。注意脚下。左右，把叶延上好。 不要叠中间，两圈不要互叠。快进人群，进来，人保，等下会点名的自己出去开个检。注意脚下。好，下一次。我走。注意脚下。 小怪抓，OK，往慢，小怪慢打。小怪先打，本体慢一点，用 EA， 给点压力出去。两个坦克都被点。等狂暴，等小怪狂暴。等，先停一下。注意脚下，然后杀，OK， 一样拉到那个两个光柱中间。大怪出现，会先出冰球，双冰完之后才会分伤。二要喝，二要喝，有爆发二要喝。正面。 被冰球，近战冰球，小鸡陪坦克出去。注意跑出，冰球，小怪的。让我换坦克。准备分伤，分伤。 分型，下一个不分，一个补，好，继续打，乱王，乱王就乱王，要不换彩，拉分开，下一个，注意保，双兵双球双球，注意保出，看好，看好，看好，没少一个补，一战火掉，干，一战火血，大刀光环，脚掉，21秒，保了活我。 继续打王，单减给宗师，单减给宗师，第一滴去贴坦，第一滴贴坦，单减给宗师，风筝，出去，无敌，注意保出。
转换。哦，刚刚那边那个换毯是怎样？那边换台有什么问题？再拉开一点啦！就说再开一点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像我看的，就妈妈明明就超开的，为什么都可以这么近啊？他妈就说不要跟土一样近。是我看错是不是？哎，你看，你看我那个，你看我他妈我这团的，你他妈他那么远，你多远？你到底看哪一团的？不是啊，第一次单兵的时候为什么会那么近啦？单兵的时候，我还没说双兵小怪单兵的时候为什么那么近？你告诉我，经济这个他妈打得够，这样算远，有比你远吧？至少远你两倍有吧？哪里没有？从头到尾一直跟你说远远远，然后就他妈的就打得跟阿土一样，那我就说你跟土一样不就好了吗？懵逼耶！又不是没排人给你。you